老板说什么呀？啾啾哥哥你好帅、啊。问题是我跟 Tony 的工作室谁开的更成功一点？比如说眼睛吧，因为我觉得他眼睛很像 Lisa 老师。你突然怎么那么？啾啾哥哥你好帅啊！极致辣房，我们来了！极致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常华森，我是孙颖浩，我是罗一舟，我是周周唐九洲，我是徐星驰小池。有话直说，正面刚。下面我们来回答关于我们最狠的30个问题，现在开始。最怕看不到评论吧，肯定不喜欢看到说我们不好的。我最害怕的是很努力的去做好一个舞台的时候，结果大家的回应都是这个舞台很一般。要怕说太高了，你好难在啊，声势好像很高，有点过于高了吧？会不会再涨？应该还会，会在意别人说我，说我就是唱跳不太好，会害怕大家说我可能不适合某一个风格的舞台。好夸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我要羡慕他的喉结。五官喉结是五官之内的吗？哎、生气哎，五官这么多你选了一个喉结。没有叉叉 C 不会表达哟。我比较喜欢他双眼皮吧，我两个大单，小时候特别想去拿个双眼皮，被妈妈阻止。哇，比如说眼睛吧，因为我觉得他眼睛很像 Lisa 老师。卧蚕好了，确定要这样吗？比较喜欢孙颖浩的眉眼、眉毛、眼睛这样的感觉。一次选了俩。哦，我一次选俩吧，是我 pick the style。哎，让我看一下你。都选吧，好好夸。比较喜欢他的鼻子和他五官的这个棱角，因为他鼻子特别挺，你侧面一下可以滑滑梯的那种。比较喜欢徐星驰的眼睛，单眼皮倒不羡慕，但是眼睛很大。像海绵宝宝。徐星驰高一米八九，有安全感呀。你站在一根高大的电线杆旁边，跟站在一棵小树苗旁边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。对不起，没有拉踩了。会选啾啾，我希望我的妹夫是一个聪明、懂事又会照顾人的人，眼光很好。我会选徐星驰吧。因为我很想让我的外甥也像徐星驰长得那么好看。你想这么后面？我会选罗一舟，一看就一身正气，很有安全感。罗一舟很像姐夫。我要选了常华森吧，我有两个妹妹，都是特别小的那种。华森力气好像蛮大的。哎，真的没有在放声。能保护好我妹妹。孙颖浩零票有。孙颖浩吧，长相啊，性格，目前的感觉来说，像是那种比较需要照顾的。不，大龙不需要照顾，还是徐星驰吧。这次二公跟星驰一个组，我真的很喜欢星驰，就是很傻但很可爱的一个人。我会选啾啾。哇，你甭说星驰傻，我觉得你那个。我这边啾啾加一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人，我想要一个聪明的儿子。感觉还是这样。爸爸粉的话，你想做我们四个的爸爸？看到可爱程度的话，貌似啾啾还是比较像小儿子。我想跟你们当朋友，你们就想当我爸爸。好苦涩啊。我这个就特别确切，罗一舟。我也是罗一舟。我觉得咱俩的原因应该是一样的，就是贼有战斗力。丛林里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，你可能在旁边找果子。他就在那块，他一脚就出来了。我用虚拟拳保护你们。你看，我本来也选一舟，我也会选罗一舟。不知道为什么罗一舟感觉很适合荒岛。我其实会在啾啾和常华森他们两个中间犹豫，因为我可能更需要理性的思考，还有知识库类的储备。所以意思是，就是徐星驰，我们俩也不是、啊。结合他的话语，就是我们两个知识库好像没有很充沛。孙颖浩零票加二，孙浩你有在 care 哎？你们觉得现场谁？罗一舟，我可见到哭过好几次。罗一舟得哭过，我就偶尔会。
特别特别感性。我见他就哭过四回了，我见你都哭过三回。哎，我流血硬抗，我流血硬抗。甭看我，他小腿赶上我两个胳膊，那个肌肉程度。对，寻时露那个深 V 的西装还是挺帅的。你有画胸肌吗，男一？没有，我是有打锁骨了，很有水平。坚持，坚持。是徐星驰吗？哎，这谁呀？长安森，郑云浩，我是长安森，不是我。我们五个人当中的吗？郑云浩，没有。哎，啊，我总感觉我用过这个 QQ 头像呢。是长安森，长安森，长安森，这是我，这是我，白天的时候吧，好像是。对，舅舅，舅舅笑的样子一模一样。对对，我童年照应该很好看吧？最后一个肯定是罗。啊？怎么还打军体拳啊？好绝呀、啊，罗一舟！我在这个小狗是咋回事？小熊那小时候技巧，吓死我了！从小跳舞就很厉害。我有试想过，我出现照片会是哪一张，万万没想到是这一张。又是个大型社死现场。不知道。当场看到很惊喜，我就能感觉到有几个人特别疯狂。望过去，结果发现小齐哥和阿普在后面。烤肠哦，还有烤肠的阿普，嗯，烤肠我都不好意思提。这两位哥哥，你们长点心吧。看我们在大厂这么艰难，结果就准备了五根烤肠。哎，烤肠我们也能买，咱也能买到。这位同学，我希望你之后谨言慎行。有听过，他们三位都是我们学校的传说，也有属于他们三个各自不同的神话故事。算不算了，算不算了，还在努力。就是不是还是别大家说才是，我自己说不算话的其实。也不是，我赶快把这个话筒递出去，谁要开个楼，给他开个楼，还是开个楼。不重要。次数最多的应该就是我们宿舍那仨吧，长花森也列入其内。你没找我，你去偷你那儿了。所以说就是还蛮荣幸的，得到大家认可。我也会认可你的，我去他那里是做。你可行了吧你？你去偷你那做发型是吧？哦，对。那这个我不说，差不多吧，他可能多一两个。同上同上，坚持。我虽然没帮你化过妆，但是搭衣服可是帮你搭过啊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我跟 Tony 的工作室谁开的更成功一点？问题真的是这个吗？就这么一点点小改动吗？你更成功一点吧。非常诚恳的回答了，我觉得他那边是专注于美发，我们这边是专注美容，我们两个可以合个伙。高中吗？别提了行吗？绝望。大学吧，就周围的人也会开始收拾自己，我会跟他们学嘛，就慢慢的就开始，慢慢的就开始。校草鱼算不上吧，一周也会收到过几封吧。就说没收到过。都被我截胡。小香一个安定，一个安定。想到这个情景已经有点紧张了，希望他能百忙之中抽出空来给我加油，会很开心的。我从采访开始到现在已经想吐槽很久了，他真的在这边很有压力感，你知道吗？屹立不动，一身正气，就是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就是问题是啥来着？我就有隐约感受到，就还挺好的，那就是真实的我。我只不过是说比较关心这类的话题，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，表达上会有一点这样方面的风格。
着实没有这个能力驾驭。我想一想啊，就是我们 Stop Sugar 舞台上有一个画一个音符的一个动作，老师看我说你手太长了，你就当中间的那根棍儿吧，那根棍儿，我就被迫就是默默地跪在这儿，然后对，间隙把握不好的话，头也不知道往哪儿塞，每次很难受，先挤在后备箱里，非常影响我的气质。往哪儿打？那我没有收到哎，但我觉得我爸应该很后悔吧，错失了一次红的机会、啊。我爸其实对于我呢当艺人这件事情就很阴阳怪气，他觉得他更称职一点，因为我爸爸是学舞蹈的。我爸爸那时候从小开始，你真的吗？还有讽刺含义，小丑就是我自己。哎，但我妈学习不好，我现在很有底气。我跟你一样，就是我爸他会画水墨画，画油画，我画画也就很拖后腿。哦，能看出来，基因没有传承下来。对对。为什么大家不去忘记我这段童年回忆？就我还真，这叫谁呀？不是，这个就看过了。不是，这个孙元浩的舞台装都浓。公开主题，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。啊，啾啾。哇哇，这绝了，命里的缘分吗？帽子是我自己想的，就小时候比较无拘无束。这个文案我不太理解，是你自己写的？这什么意思？我真的很不能改的。这你写的？这怎么是我的风格？哎，有事吗？这张？不，我觉得赢了的是这张。是要么给自己烫个卷儿。你是不是极端类型？要不然就把头发留到很长很抓马，要不然就是又短又抓马，就是完全无。当时那个一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。我那个倒下，然后进去直接可以了。他吧，没想歪他吧，没想歪他吧，真的是自恋。不能坐坐，对对对，不能坐坐。第一次给他拍的时候，那你等一下，正好饭里有一个那个甜甜圈，他拿起那个甜圈，我说你别吃，是别人的，我不吃，叼嘴边，再叼着跟让我拍，我说你这个样我按不下去快门，你快把它放。我没有叼嘴边，我是这样放在嘴边。不是美食鉴赏，不是还美食鉴赏啊，你太做作了，太做作。你想吐槽谁？还问吗？小丑就是你自己。说他说话很急，就是脾气好点好了。吐槽回收吧，网宅兴趣也好。具体是什么？反正已经批评过他了。对，就在慢慢学习吧。我对我的每一套穿搭都很有信心。气锤鲛人大战现场播放主题曲，音乐停止，抢气锤或锅，锅可以抵抗气锤攻击，抢到气锤并交到对方的头即可获胜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布。神速！嗯、啊？剪刀石头布。哇！那我赢了，是吧？让你才。哇！你锤子都拿完了。
耳鸣了，谁？喂，你啊，四零号，没事儿，你妈叫你回来吃饭呢。来，王者局。干嘛？你们怎么这么和谐？欢迎你先按住这个响锤子。来，王者局，王者局。来，已经在撒娇了。说句话吧，舅舅哥哥你很帅啊。可以啊，我会啊。下一个是什么？啊？我学习一下，我属实没什么经验。我想先。唐僧来吧，唐僧先来吧。舅舅求求了。不行啊！求求什么呀？求求了，让我走吧。为什么？得寸进尺了，舅舅。舅舅哥你好帅。肚子。行了，放过你了，来吧，朋友。白网都红了，很爽啊！很喜欢这趴，不是很想跟你撒娇，因为刚才，因为刚才。你好会啊！好了，不错了，好期待啊！有在期待，有在难过。没事，拉满啊，拉满。拉满说什么呀？啾啾哥哥，你好帅。拉满啊，嘟嘴是吧？哎，不用那么认真。我们帮你，好爽啊！听不清了，听不清了。听得清，两个都放你这里。哎，不要拿嘛！你不能影响我的状态。不要拿嘛！你要挑战一下，你以后要尝试这样的舞台怎么办？对吧？咱为了舞台着想。好好好，你可以带我一下吗？啊，不行。唐僧带我一条。咋带？这还带带的？就啊，好，不带，不带，不带。三二一，啾啾哥哥你好帅。可以我，好，上我过，上我过，上班，上班，上班，可以了，太高什么尽力了，没有达到预期。